你好，我是刘妈妈。我们常常在很开心的时候会说耶，或者是说耶，或者是告诉人家耶耶，很开心的歌。今天我们听这首音乐叫做《七世进阶》。开心的时候，我很开心，说好高兴，好高兴，我会耶，我会耶，请你学我的动作哦。七世进阶，准备好。好高兴，好高兴。好高兴，好高兴，开心吧，耶耶耶！我好高兴，我好开心，跟你讲耶！OK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耶的动作有几个？总共有几个？三个、四个？数数看，七个，你答对了吗？OK，这首歌就叫《七世进阶》。七世进阶有七个动作，它是叠叠乐，一做完，一二做完做一二三，最后要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。OK，那这个除了七个动作以外，还有一个是长音，耶，它是嘟抢，嘟抢。OK，最主要是一个长音，
长音会后面一个咚一声，那我们就是一个聆听，聆听长音，嘟飘，嘟飘 ，OK， 它是一个聆听长音。好，整个这首曲子里头，第一件事学什么？学专注。我只跟你讲，我会说耶耶耶耶，请你要模仿我的动作。结果我是从一、一二、一三、一二三，我们递增到七个动作，那你要记住它。第二个，这个长音耶有多长不一定哈，所以耳朵一定要听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一个好高兴，你也可以换成你好吗？好漂亮，好开心啊，它最主要棒棒棒。棒棒棒，OK 哈。那我们在带领的时候，老师可以自己去想七个动作，这七个动作你自己要有序列，你不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OK。哎，我刚才拍了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所以它是有一个序列。我刚才是上上中中下下低，你也可以低低跳起来都可以。你也可以是摸身上的部位，但是请你七个动作你自己要有序列，哦，它是非常好玩的音乐，那你就自己试试看喽。音乐七世进阶，谢谢喽。